新加坡了，对不对？是亚洲，我跟老师常去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一间店，我现在介绍的这一摊呢，就是只有一间店，因为我要去武怡玲老师的在新加坡的那个 Triple One， 然后呢，老师那边呢的前面的客人还没走，我就要等，然后老师就说你到对面的一个去逛，然后我就说好，就去逛了，我才逛一家店而已，就时间就到了，也就是我在这一家店就弄了快一个半小时。就把整家店都买回来了。这家店呢，就全部都是饰品，然后我买的这些饰品呢，其实都是我用不到的，因为我平常我是私底下不带这些东西的，然后我是真的是为了录影要介绍，然后我第一条我走过去的是看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要干嘛。我自己很喜欢用的，对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包包，可是他假装他自己是一杯大饮料，然后做一个饮料系列，对，他就做一个饮料系列，然后他还有什么冰淇淋啊，什么一大堆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，这也是包，一个吊饰，它是一个。就是我在这一家店就弄了快一个半小时。就把整家店都买回来了。这家店呢，就全部都是饰品。第一条我走过去的是看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要干嘛。这是什么？我就是不知道。然后我就在那边。项链呢？它是一条链子，可是哦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它是穿上去的吗？对，它是这样子在中间一条，然后这样子穿上去。这样吗？对对对对，很美，这样好好看哦。应该请他试啦，你可以请 Ruby 试，因为很多人穿那个 T 恤，对，里面要哦，这穿比基尼会很漂亮。那是要拿下水要拿起来吗？不用，他就是穿着的。不好意思哦，去海边会这样子，给鬼给拐不会下水。哦，也是，哦，一定很美。OK， 哦，我懂了，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样好，好，我只要把它扣起来，蛮酷的，好妙，好酷哈。然后好。这一些都是头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细细的东西，就是链子，然后就买了一条这个这么细的链子。啊，我喜欢 YG 链，超亮的。跟这一条细细的链子，可以戴在一起，这样子。全部戴在一起。好看。再来就是小女生，小女生会喜欢的。这今年一定要有的。就是一下可以戴前面，一下可以戴后面的这种东西呀，你可以自己交换。那因为我买了两副，它一副都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买了两副，一个是珍珠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是小珍珠在后面，然后我就跟莎莉妈咪交换，好看好看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就是今年他们说很流行的，要戴在这里。哦，对，今年好流行颈链的。那一般都是平面的嘛，还有做那个立体的玫瑰，这也是。对啊，今年为什么都这个又回来了？啊，韩国人啊。对。啊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我要怎么套下去？就是套到这里就会断哎。我想说算了，回来介绍。这个也是，这就是很轻很轻的耳环，非常非常轻，轻到就是那个我们经过冷气口有没有？你就一直被赏巴掌，因为太轻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法式了，都在这一家，这就这个就是这个。等一下下一集要请吴颖老师介绍我们怎么用，就是它好像要梳一个，梳起来然后插进去，插下去，它就好像有一个这样圆圆的包在一个包里面，好像公主哦。啊，都很便宜哦。啊，这个就也是头饰哦，这好好看哦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买这个？这个也不过才27块，好美哦。它的那个，太美了，它的那个好美，它的这里是松紧哎，哇，你知道那个弓有要多厉害？就是它那个 K 纳跟 K 纳之间，因为我很在乎的那个工艺，就是它这个松紧它是怎么去完成的，所以又才能够服贴在你的头上，这个头上的这个地方，真好漂亮。这要请吴玉玲老师来试，太美了。然后这个也是，我也不懂。这就是两个叉子哦，这个我在大阪也有买。它是这样子，它是这样架在后面，然后它是垂在这里，就是这样架在两边。你弄好不好？啊，那什么办法？我都没有去这家店，对，好想买这家店的，而且很便宜，都不知道这个哦，好美哦。那你什么时候要揪去新加坡啊？这个好可爱，在新加坡
我转机去巴黎，我911啊，要不要？敢不敢？911飞机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也是，这个好漂亮，就是它的那个天哪，很漂亮哈，而且它很服帖，就是你要弯成什么样子就可以，而且你把带就好，而且是妹姐，它的工很美，对，它的人体工学很美，就是你可以把它弄成弯的这样子的。就是就看工艺很美，而且又很轻，因为头饰一定要轻，然后又便宜，好美哦，我想要现在就去这家店哦。然后后来对，我又要再回去的时候，因为要认识一间店嘛，我进门的时候要认的那间店，我出去才会找到吴依林老师的店啊。然后那间店是一个服装店，我就看到这顶帽子，然后我靠，马毛哎。新加坡卖马毛帽，怎么会可以不买？为什么？很热，太热了，谁戴啊？然后我就买了。新加坡卖羽绒衣，对，就像新加坡卖羽绒衣啊。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带出来，我就那个店员说要不要包，我说不用包。他说 really？ 然后我就这样带着，在过红绿灯的时候，大家一直看我。新加坡有人戴马毛帽？我在说。一直点，他又穿那么低胸，然后穿在那边，他笑哎，是，介绍完了，老师。